北淡高中向教育部争取经费来兴建艺术大楼，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，不过是欠缺内部设备甲装潢的费用。为着要开课不合，画家陈永春伊就捐出25幅的水彩作品来展览艺术，所得将全数捐予不合。伫咧开幕大会当天，也得到家长会、甲在地企业以及本港文教基金会等单位来认买400个作品，会当募到200万的善款。爱心做客的行动嘛，互人是真肯定。艺术家陈永春是北港高中的校友，嘛是北港子弟，对故乡甲母校有一份感情。这次学校出现难关，以捐出作品来义卖。这十几年来的。作品，把我的心血奉献出来，那我希望再画更多美好的事物。只要我们北港的事，我们引领的事，只要画家可以做到的事呢，我尽力配合。艺术家陈永春的作品风格融合中西水彩的特色，受到真侪收藏者喜爱。这次义卖活动家长会在地企业等单位，把握机会来认港收藏。阿哥也当来做公益。那我身为基金会董事长，就是说，率先响应，看以抛砖引玉，尽微薄之力，希望帮助北高这个艺术大楼，早日落成可以启用。北港高中艺术大楼内部的设备甲装潢费用，大约需要280万左右。目前已经有400万先预备，校长真感谢。所以他们四位今天都很。也抛砖引玉，捐了50万，所以陈阳春，我们的校友也大师，很感谢他，所以也送他一幅画。这次我很感谢这栋大楼，在各位的努力跟支持下，我相信今年一定能盖好。艺术家陈阳春因为平时热心公益，所以有分酒如家的称号，为着要推广艺术文化发展。已经期待北港高中的艺术大楼会当顺利来完成，希望能够顺利完成，让我们的北港，我们的云林呢更有文化，因为北港已经有文化中心，现在多一个北港高中的艺术大楼，我想云林县应该不再寂寞了，也不会是再是文化沙漠，这是我的理想。因为大家热心赞助，欠款的经费已经募到2/3。后续的部分学校期待透过展览，希望有热心的人士来认港关注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